啊，昨天是说有两个无线长的导线，上面的电流大小相同，方向相反。好，那这个距离我们也是用 RA 来表示。好，它跟这一边的距离是 RB。RB， 好，那么它的宽度呢是 W。H 啊，我们要求这个地方的 EMF。那我们现在用方法二，方法二，我们用向量位啊。求 EMF， 我们昨天讲过，电场它可以有两个来源啊，一个是由电流的改变而产生的电场，是这个。另外一个是由静电荷的堆积而产生的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系统里面呢，没有电荷的堆积，没有。好，所以它就没有这个电位，存量位哈，因此这个是零。那只剩下这个，好，那就我们由向量位可以求电场啊，就是由这个地方的向量位啊来求这些位置的电场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左端这条啊线产生的左端的电流，这个哈，由这个电流产生的 AL， 这个我们以前讲过，一个无限长的导线在某一点产生的这个向量位，我们已经讲过了哈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地方的向量位啊，左边这就是这边由这两个电流产生的啊，我们前面做过哈，所以我这里就把这个结果写出来，它是二派分之 mu zero i natural logarithm 啊，这个距离比上这个距离哈，我们用 RB 哈，这个我们以这个为准 ，RB over RA， 它的方向呢，它的方向跟电流的方向一样哈，我们是以啊，就说 RB over RA 哈，我们昨天是令这个方向叫做 Z 的方向。啊，这个方向叫做 Z 的方向 ，OK。好，那么右边我们可以在这里画。好，右边呢，我们这是不
写错了，这个是 Z， 我们是用都是用都是 Z 的方向啊。不过等一等呢，它有大有小哈、啊，有大有小。比如说这个啊，我们的方向啊是朝 Z， 当然都是朝这一边了 ，Z 朝这一边了。可是等一等，你看 RB 要因为 RB 比 RA 大。啊，所以正的就是朝这一边啊。那这个呢？啊，这个它也是有，也是用这个值啊。它是等于二派分之缪零 i natural logarithm， 这里是 rb。加 W 就是这个距离，这个距离哈 ，over RA 加 W 啊，这也是 Z 的方向。那这两边呢？等等，我们比如说我们等一等呢，要做这个线积分哈，所以这个地方的。没有关系哈，这个线积分的话，因为这个地方的 AL 都是朝这个方向哈，我们可以说它都是朝这个方向啊，朝这个方向，朝这个方向，这个也是一样哈，朝这个方向，好，这个等等它跟积分的。路径垂直，所以它都是零的哈。我们先不管，就管这两个。好，那么现在把这个 A 带到这个里头来。那么我们可以算左边的电场，它是等于负的 partial AL over partial T。好，那么我们。做出来的结果呢是 2π 分之缪零 dI over dt natural logarithm RB over RA 哈，好，一 right hand side 它是等于这个。好，结果是负 z 缪零二派 di over dt natural logarithm rb 加 w ra 加 w。 好，电场求出来，我们就用电动式。电动式呢，它是等于一 dot dl 啊，一 dot dl。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是负 z 的方向哈、啊，但我们刚刚画的一呢是这样子的方向，一是朝这一边。负 z 的方向，这个也是朝这一边，啊，这个方向，好，那么我们的积分的路径呢、啊？积分的路径，我们就用这个路径，再拿一个颜色，好 ，dl 我们就用这个方向好了啊。DL DL DL 那等于这四段的路径积分，那这两个因为电场啊跟 DL 垂直，它的线积分就是零，那只有这两边啊，这两边 OK，
好，这两边 EL 跟 DL 同方向，所以变成正的，这个跟这个反方向，因此就是负的。好，那我们积出来，这个就等于 ELH 啊，减掉 ERH。那我们把这个 ELER 大小带进来哈，大小带进来，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二派分之 mu 零 h。电流跟时间有关，啊，电流跟时间有关，所以它微分。那这个还是保留，r a r r b 加 w r b r a 加 w， 啊，这个跟昨天我们得出来的一样。好，我们现在假定啊，只有一条的话，就当 RB approaches infinity， 就说这一条距离这个地方无穷远，那就好像没有它的存在一样，只有这一条啊。那这个 EMF 呢？啊，则 EMF。dt natural logarithm r a 加 w， 这里是 r a 哈，那么这个是只有一条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啊，因为这一步我们前面做过啊，所以我就不去做了哈，就直接写出来。